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在2017年播出的时候就备受网友关注，即使播到大结局了，也有不少人表示意犹未尽，还想看第二部。就在不久前，第二部《三生三世枕上书》已经杀青了，官博更是在大家刚过完元旦兴奋之际，公布了角色主题剧照，这就意味着离开播也不远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讲述的是青丘上神白浅与太子夜华的三世情缘，而三生三世枕上书讲述的是青丘帝姬白凤九与东华帝君之间的三生三世。该剧依然由迪丽热巴和高伟光饰演凤九与东华，杨幂和张幼婷也会友情出演白浅夜华。除了哲言和白真的饰演者有所改变以外，其他基本都是原班人马出演。由官方做出的剧照来看，大家的小九九又美出了一个新高度呢。一直备受大家关注的凤九与东华帝君的儿子白滚滚，这回也首次亮相了。饰演他的小演员叫寇云豪，小名叫小汤圆。和他父亲东华帝君一样，白滚滚虽然人小，但也是一头白发造型，真是可爱极了。原来东华帝君的白发不是因为年龄大的缘故，而是天生就有的呀。另一位值得关注的小演员就是阿离了。阿离是白浅和叶华君的孩子，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阿离人小鬼大的模样圈了不少亲妈粉。在枕上书中，阿离的小演员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这让不少网友惊呼，原来那么可爱的阿离居然是个女孩子。这部又甜又虐但是结局非常美好的剧即将在腾讯视频播出，你期待吗？